来，各位大家有听到我声音吗？有听到我声音吗？怎么感觉突然嘞？今天我迟到多久？来记一下，我迟到多久？十五分钟，十五分钟，超瘦十五单啊！没有喝什么十五单，正常值。我们在瘦十五单，150单，正负半小时内都算是个正常的误差。十五分钟瘦十五单，赞成的打加一。加一，我先闭嘴，闭嘴。今天有两个人完全不合群，他们想要我死掉。你们，今天有没有讲的？哪一个实况组在用打字？对吼，对不起，你有讲就好，不要想。今天有来宾，所以你们大家请自重。我很紧张，我当然紧张啊。在紧张什么？我当然紧张啊。最紧张的是我，好吗？你紧张什么？你中子变感谢。我在紧张，你会不会中子？那我先，他们说合成之前要先把装备脱光。脱光好露胸部吗？没有露胸部，他这个脱完之后不会露的。红色的背景。今天不提红色，我们今天在。请问多少钱可以把镜头放在妹子那边？你想放哪边？500，来500镜头，我们给。今天如果你们要的话，我们今天就把镜头直接聚焦在那边了。再大一点吗？小屁，有人说你的肚子长到了。不用看游戏哦，对。我看到他的肚子。你看，我就今天就是教你很多 YT 新技能。真的，你果然是个渣男。有学习费啊，至少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把那个镜头还给主播了吧？游戏关掉了，直接就这样。人家说这样舒服多了。对啊，垃圾。妹子好可爱哦，当然啦，因为跟丁丁摆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请尊重主持人好吗？你们这样子很不尊重人。大家觉得舒服多了，这样子 OK 吧？嘉玲，我们介绍一下，她是亚洲小姐。好，没问题，我等一下干爹，我们等一下照做。黄金福哥，我等一下听你的，没问题。今天你最大。我游戏画面跟视频对。来，我就变色了。抖5000的话，今天就把画面对掉。好，这是表情符号的意思吗？对，蛮可爱的。干脆，我觉得今天游戏画面也不要开，我们今天瞬间变成谈话性节目。对啊，可以啊，今天版就是没有了。我还要，大家想看，我今天还要帮观众合成。啊，我今天的 KPI 就是我丁丁这个五岁抬头账号能够上变跟组啊。哇，今天这个妹子记得拉群组是不是。我，你看这些人，我真的觉得我开直播三年是有点浪费，因为我开了三年，你们从来没有抖内给我过，为什么？他们说你可以开口聊分享。做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对，可以。不过今天我觉得自我介绍是有点尴尬的，你应该问他。我问你，反问，我们有个反问，反问方式。请问你觉得我们三个谁比较帅？这个好尴尬哦。我先出去了。先出去吗？我先出去。好，不闹。那我们基本上今天我先讲一下开始好了，就是为什么会找他来，其实就是上一次我们三个渣男去拍广告，然后拍广告的时候。认识了咖喱，所以就说他本身人蛮 nice， 他对于游戏，他也是一个很爱玩游戏的女生，所以就找他说，那我们开直播的游戏直播组可以互相帮忙，所以今天请他过来一起玩。他如果未来在 YouTube 上面开直播频道的话，也欢迎大家去支持他一下。所以丁丁今天找这个咖喱来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今天希望能够借咖喱之手帮我来点个子便，帮你来点，因为他这两个月运气蛮好。怎么说？可是国师说天秤座2021上半年很衰。在场有三个天秤座，哪三个天秤座？举手，就你们三个吗？我也是天秤座，我也是天秤座。举手，这该说什么？预计几点开红？今天不开红，开红请找别人。不管多尬聊，给妹子说话，他们说一定要你说话。但是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我直接问你好了，你觉得等一下如果丁丁找你点那个纸片，你知道我们这天堂这游戏对不对？对。弄一次纸片，你知道大概价值可能要多少吗？他跟我说了几下，大概几百万上。那是金片。那是金片。对，金片大概几百万。对，大概几十万了，差不多。所以你等一下如果点过，你的账号可能就是多几十万的价值。你等一下如果点到纸片，晚餐跟你明天的早午晚餐都我处理。不要啦，你这太抠了。我跟你讲，如果咖喱等一下中纸片，我在这边帮丁丁把妹子进。Promise her OK， 这个月的晚餐、中餐全部都丁丁包，全包一个月，怎么两天吗？丢人现眼，可以请妹子唱首歌吗？最强，我觉得不用合了，不用合了，等一下，先焦点直接模糊掉。为什么你要拿这个手机？不知道，刚刚有人递给我，我就拿。
朋友说，这是加油的，帮你加油，帮你加油。叮叮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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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好了，要来了。没有，准备了，差不多了，因为等一下还有观众。请咖喱肯定且有自信的说一声，叮叮一定中红。叮叮一定中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只抖75，你就跟他讲了。真好收买，真好收买。香槟你是中了，香槟你是乞丐是不是？我大战盟抖30块，说出去给人笑哦。真的是，你这30块，我真的觉得有点丢我们大战盟的脸。好啦，今天我说过，今天不会拍桌，只会拍手。等一下，希望全场能跟我一起拍手欢呼。那个在屏东跟高雄的伙伴，你们我知道你们现在很辛苦，也跟着一起拍手。等一下我会让咖喱来点这一发，这个点一下。等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就是一拼手中5000，再次抽签。我的3年成败就在此一举。这是你的，是不是？你的要当第一个哦。我当第一个，能不？我如果先这个是你的，我先开观众的，他们就会说把观众当祭品。那我先开我的，大家就不会有怨言。哇，你真是让他爽到了，你就抱着观众了。我抱着葡萄，抱着葡萄给他们看，这是我们今天买的葡萄。来，现在开始那个路边捡，现在开始往什么囤货？葡萄园巨峰葡萄呢？我们去水果店买的呢。等一下说你的音乐不行啊，我的音乐不行。你的音乐现在是什么？我记得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听不到音乐啊。你自己看 YT 嘛，你看 YT 不就知道你的音乐？那什么音乐？爱懂懂。邓紫棋的不行。啊句号啊靠不要句号啊！你的音乐就是为你的天天生涯上个句号嘛？怎么为什么是句号？我来听万千花蕊，慈母悲哀。这三小柯南起的吗？这首歌现在很红，好不好？万千花蕊，慈母悲哀。这首歌现在超级红，跟你的等一下的下场一样啊！万紫千红，不变悲哀。闭嘴！今天不能拍桌子，今天有两个人拍桌子，这个是我的，全部是我家的。这一拍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就不好了。应该下个星期加一什么啦？加一什么？加一什么？想看妹子为你吃葡萄？你们？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样哪一个是不懂内？哎，对吼，没有，对不起，没有，不要懂内，这样我不懂内，哪一个有？我知道啦，拍到那个哎，等一下，红红一片，好不好？对啦，哎呀，雷，干地雷啊！就按暂停啦，所以才有回音。我关掉，你把它关掉就好啦。对啊，你把它按暂停，你这很地雷哦！天哪，丁丁犯下这种错误，哇！会有回音是因为丁丁就是他自己也在开暗。对不起。对啊，好好道歉。现在怎么办？用葡萄挖鼻孔。用葡萄挖鼻孔，你挖给我看，来，你挖给我看，你挖给我看。丢葡萄可以吗？如果丢到你嘴巴，等下就是代表纸片，可能就一发就中。准备干进洞哎，嘴巴张大一点。你要去接，你要去接，我要接，我要接，是不是？我要接葡萄。你想不想纸片？你等下就是要戳到那个葡萄上面，你知道吗？还好我下巴，我可以讲。大家掉地上会不会？掉地上不会炸纸片。没有，我在后面接。那是飓风葡萄，很硬的。我在后面接，我在捕手就对了，当捕手来。后面什么战术板？后面不知道。后面来，我准备好了。没有，我换一颗。准备开接来吗？啊！干球，这么近你还可以丢掉？到底怎么丢的？一好球，葡萄盆好球。等一下，我们距离大概只有10公分，再一颗。低一点，你连 cosplay 海报都做不好，你什么做得好？好吧，轻一点。哇，这也太好心了吧！是我就砸在脸上。对，葡萄有点酸哎。啊，你把纸吞进去了。葡萄籽就是要吃进去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在吐出来。小朋友，小朋友不懂吃，你要品尝葡萄就是全吃，连这一根都要吃下去，真的啦，我没有骗你啊，是有营养的。只吃葡萄直接红起来。没有，我们葡萄有选过，这个是比较紫的。对，这个葡萄是特别紫的，我们有挑过，我们去那个水果摊特别挑的。有一些比较红的嘛。信义区巨峰葡萄。对，没错，信义区。都看吧。好，记得今天准备按纸片前，还是帮我们咖喱 IG 跟 FB 追踪一下好不好，各位观众，不然以后不来了、啊。真的是、哦，回去看订阅没有超过500哦，以后不来了。直接来了，你这个东西就是直接按紫色的。这个中按这个传说哇，对，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价值几十万的东西。要不要吃一颗葡萄？哦，先吃一个葡萄，即兴起来啊，即兴起来啊，来吧，直接按紫色，点那紫色那一颗，然后确认，好吧，交给你了。今天丁丁，我大丁丁紫娃第一发开始了，他的命运就掌握在身上。哎，中了，说好了，今天紫娃中了3单，紫变如果再中再3单就6单。好，一波紫色东西，一波紫色，你们现在开始刷紫色东西，刷紫色。新的开卡池。Nice， 不错，这样红色的很棒。
你红色衣服走开，红色衣服下去。事后再来问我们。好了，来不变了。我现在很紧张，我现在心跳很快，不要逼我，我真的不想要成为最后一个红变态。那我开了。可以，慢来，还有两阶段，你按下，按下门，按下去。不用后悔，不后悔，交给你。对，今天交给你了。冷静。2021的电视。对。来吧，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准备好了吗？记得关键字，关键那五个字念出来。你喊完，那五字再点。你喊完，大声喊出来。丁丁小居居，来吧！不要！拜托兔子，拜托！耶！腰是红色的耶。有没有卡池？好，兄弟一起下去。来，交给你，确认取向，好，按重新抽取中间的卡，那就就来吧。心中的大石终于放下，来吧，不用怕，下去。然后按卡池，来准备，拜托我先讲一下。我不能按你，我要眼膜，拜托。你按一下，他会转。先不要按，我先讲一下，我先讲一下，拜托，我今天已经没有纸片了，请给我眼膜跟巫妖，求求你。没有眼膜，我没有眼膜，没有巫妖。天哪！拜托。钱。哦，点他了啦。哦，有没有眼膜？哎、欸，有巫妖吗？巫妖。也没有。OK。哦，新的。哎呦！哦。新的。利尔利，对的，拜托。我人生太棒了，这张不错，这张可以。今天最棒了，今天这个。没有，今天改版，这一张卡片比紫色的更好。哦。对，超棒。藏起来了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好、啊，也没有那么好，但是我没有了。然后右边这个按重新抽卡，这个直接直接再传的。我要反王，真的好有钱哦！我要反王，拜托，给我反王，拜托你。追踪咖喱，伊斯地枪，来吧。好会，我是字幕组，我们字幕组啦。我出一张。哦，有吗？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新的。哎呀，新的欧瑞绿，恭喜你，欧瑞绿，哎 ，nice。来，人生回到了起点。不会，按叉叉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，期待日后能带来更多悦耳的打击声。我是丁丁，我们下次再会啦，拜。